后区轮廓，后区轮廓线长度设定，从底区取出第一个发片，并以齐发状态做直线修剪。此时重点是保持不让发尾翻翘，就要将自己的视线调整到较低的位置来进行修剪。上侧的发片也采用同样的方法，并以第一发片作为导线进行修剪。从中分线做左右分区，并以45度角相对分区线垂直状态提拉发片，平行切口修剪。上侧的发片采用同样的方法，以45度角提拉修剪。侧区轮廓，侧区45度。进入侧区，在侧高骨上侧做上下分区，并将刚修剪过的耳后发片作为导线。向前45度提拉修剪，上面的发片采用同样方法，向前45度提拉发片进行操作，但此时一定是沿着发际线生长形状进行提拉发片的，所以越接近中心的发片，基本上变成横向的发片。脸周围，脸周围区域从顶点到鬓角分区，并平行发际线形状取发片，平行地面向前90度提拉发片修剪。上面的发片也以同样的提拉方法进行修剪，接近中心的发片也基本上变成横向发片。此区域修剪完成后，再将所有发片都以低角度提拉，做最后检查修剪。主刘海，从顶点到两瞳孔取出主刘海，并将此发片提拉到与头皮同样的高度，再将长度设定在眼睛的位置进行修剪。侧刘海，从顶点到眼角取出侧刘海，同样将此发片提拉至与头皮同样的高度，并与主刘海做斜线的连接修剪，而眼角部分的长度保留在嘴部的位置进行修剪。最后再将侧刘海与脸周围做连接修剪。底区，从耳上点分出底区，在中心线上做出导线，并将发际线上的1厘米发束作为厚重度进行保留，之后再将此发片垂直头皮90度提拉修剪。从第二个发片开始，此区域都是采取相对头皮90度放射状提拉发片进行修剪。骨梁区，在侧高骨上侧分出骨梁区域，
与底区相同，在中分线上取出发片，设定导线，并将此导线相对头皮135度提拉，加入高层次线条修剪。之后，此区与底区相同，也是以放射状提拉发片进行操作。此时一定要注意的是，确认是与底区最上端的发束，再做连接修剪。后区以平行头皮提拉发片，并以90度修剪。之后将黄金点作为中心点，放射状提拉发片，并与骨梁区做连接修剪。从耳上点取发片，设定导线，并与后区骨梁区做连接修剪，并且将发片同样以135度高角度提拉，加入高层次。此区域的其他发片以相侧方形进行修剪。顶区头顶将黄金点作为中心点，取出侧区底下区域最高的发束，做点和点的点放射连接修剪。发片都以垂直头皮提拉，所以接近刘海的发片自然变成向前方倾倒的角度进行修剪。前发区从顶点到眼角分出刘海区域，从正中的发片开始，以平行地面竖取发片，并将脸周围发片长度作为导线长度进行操作。因为刘海形状为半圆线条，所以要将发片都聚集到正中，并注意不要剪掉刘海原先的轮廓线条。因为刘海做了较宽的分区设定，所以会呈现出没有分寸的较厚重刘海线条，并且呈现出从脸周围向后区中心流向的流畅的轮廓线条。但是由于骨梁区做了较高的层次设定，所以发尾部分呈现较轻薄状态，从而强调了顶部的蓬松度效果。